你放开我！若罗招待，不能激怒他。凭什么不能激怒他？激怒他，他就死了。什么我就死了？啊！你千万别多想，就是枪毙。你们共产党不是优待，但是我们只优待这些配合的部队。像那种不配合的呀，动不动就怒了的呀，尤其是问什么什么都不答的俘虏，就只能死了。你问了吗？没问。你对还没问。那对不起啊，工作疏忽，那么问了啊。给我抽根烟。火呢？没空调。您只跟我要了烟。忘了跟你说了，我们这儿不让抽。后面写着呢。那我重新开始问了，说第一个问题是，听说您还有条件。我提条件你们能答应？不能，不能你还问。哦，我们好奇吧。我凭什么要满足你们的好奇心？问了也是白问，还是不配合，直接枪毙。